身上呢有白色一点一点的斑点，就是白色。慢点，还在哦，还在，哇！在船头，真的很少见了，距离我们非常的靠近，在船头十二点，它往左边十一点，它的头部呢长得很奇怪哦，现在在十一点方向，往十点，它往十点，它一直在改变它的方向，它的头部呢长得有点尖尖的，但是没有很长。对，蛮大的哦。现在在十点，小心一点。它刚刚露出水面，只有它的上半身哦。哇！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它的体长呢蛮长的。这个真的很少见哦。